下来。你那个可以穿的，我那个不行，我不穿。我等下那边穿，刚刚去穿一个再来吧。啊，这是老表干大舅的意思，对。啊。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也要那个跳咋个跳？对，要自信一点哦，跳得出，就感觉哎呦，我的你转，你转过来吗？啊，就再放心转。我这个不太好，不太好抬那个那个椅子的那个跳得出咋个？好像这次啊，你看你那么自信的我。拿去，这样你跳舞的时候穿你们椅子的衣服，好，穿我们椅子的衣服，穿起走嘛。哦，不行，走嘛。又这样又快又，我这个就这样跳舞的，不是化妆就穿。我这个没有，我穿上去去，我笑死了。化妆就这样，你穿你穿。化妆不要这不是，就对面似的，对面。嗯。你叫么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。你穿嘛？神秘人是不是那个？金品哥应该是神秘人，我怀疑，我怀疑金品哥是神秘人。等下过来去吗？现在拿走，拿走吧。那就带这个啊、哦，就有没有比这个简单一点的？这个更大的，我这里没有挂的了，那就大的。你那个衣服我觉得不戴也好看，简简单单又。这玩意就叫英雄带是吧？英雄带，英雄带。男生穿不是这个的时候带这个很霸气的，一来我戴也好看。换衣服。只有这一个是吧？嗯，目前明天有很多视频。哎呀，我们也明天有很多视频要过来。然后该还回来的还回来，然后该老板还要拿一些过来。那我们那个那个是，我觉得有颜色鲜一点的到时候肯定有了。哎，刚才那个名字叫什么样的？啊，刚才那个名字叫什么样的？还有这个话题点，你们还在？但是那个裤子上没有红底呀、啊。哦，对，就是没有耳环的那个耳环，越亮越好看。就是，之前他拿了十几对在这儿，结果一下、哎、这个背痛的话，是不是用水可以吸一下干白一点？但是这个的话，对，白铜，如果说是纯银的，吸吸就很白。但是这个的，是假的。你觉得热的话，就洗了就会很白。对对对，真是假的。哦，这是假的。假的，是不是假的？洗了之后是成什么样子？真的不知道。这没有啊，老板娘，我觉得这个可以，这个价格不菲。我觉得这个好漂亮，但这个没有。这个我有，这个全部最多，但是现在全拿不掉。他们都这个你看，他们都觉得这个好看，对对对，所以显得脸啊，这样会显得脸更那个，对对对，瘦一点。就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啊，所以哎，全都是拿显瘦，这样就显瘦。对，脸显瘦，对吧？你看剧组的话，这个也是，这个菱形的其实也很显瘦。显得脸好小，这个有点过时了，有点过时了吗？对，都是圆的多一点是吧？对，圆的。圆的多一点，圆的本来就多一点。圆的。那就配饰戴那个嘛的。啊，可以。皮你不戴吗？这个皮筋要寄走了。大姐，大姐，哦，你那个配饰不戴吗？这种戴的不要吗？戴的了，这个。那个我不戴不好看。你戴毛不？然后就，不是。拍视频就好看，但是这不行。就是我这个衣服戴那种大的是更好看的，来有这个挺舒坦，但是不方便。像我不是你拿着拍视频的时候拍，好累哦，真的。而且跳着跳着又掉了。对。而且你不要说，我好喜欢那个白粉色的，我穿的好不好？吃呗。哎，手机看。差一点不是五点六点了，就一个小时了，还要叫你们去取鞋子。哎呦，累死了。跳坏了，还有很多种的。穿着很舒服，很干净。哎，这个上戴的有个帽子啊，家。这个一样的。啊，这个也可以哦。明后天我穿吧。这个你穿了。我要不就下次穿吧，他衣服来了。那个时候选择性多，我不一定说必须。明天应该会有很多衣服。对，明天我来的时候。主要是视频应该有。你就穿这个可以，他就今天穿这个嘛，我下次来嘛。
你下次你一个人你敢穿？我一个有啥子不敢穿的啊？这个。这个也好看。对，这套。我觉得这个干干净净的。这套好特别，这个。但是你看啊，这个是新款出来的。姐夫说的那个也可以，有点档次。我昨天才。那个档次有。昨天才回的。穿这么隆重。哥哥，这是你的店吗？这不是我的店，是美女姐姐的店，朋友的店，嗯。来，就刷一下了。那个帽子就刚才那个戴不？不戴帽子有点没特色哦，还是戴那个帽子有点特色。就是，一定要戴。这个肯定很舒服，里面穿个吊带，不热。那个裤。必须要套这个，不套的话不好看。啊，对，必须要套吗？不好看，必须套。肯定的，这个是必须一套的。那个，这个上戴的帽子有，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？我看你转过去。这个他刚才戴的是啥？我忘了。这个样子可以戴，太素了，就套那个最好看了。你们这在哪搞活动？在开小妮儿子。他在又在换一个地方。哎，你把那个题目穿起。啊啊、那个外套穿起，那个穿起。不拆了，这个不戴的话有点假一嘴，那个不戴。哎呀，刚才那个美女好帅。所以这个是配啥的呢？这个。这个一般是。配红色的吗？对，结婚的时候。啊，结婚的时候啊。但是不艺术照可以，艺术照就是红色那些。啊，红色那些的时候可以搭。头上你好像因为我总觉得有点薄，我不知道戴的好不好看。有些人戴了是那个红色的，就是你上次穿的那套，然后他再搭了这个。戴这个吗？我觉得也还行。美国的那个，对，还行。啊，刚刚这种红色的都可以搭。你用那种夹子可以弄起来。就第二种艺术照拍了，看。就是。对，这个样子好看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这一套干干净净，干干净净。但是我觉得那个有档次一点。那个。最无聊，但是就很漂亮。穿这个好看，谢谢，谢谢。干什么啊？来给他们看一下刚才那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来，你几个不敢靠近了。这个有点像古代的那个，古代里面稍微比较粗浅一点的那个叫啥？有点像汉服的。汉服。你觉得呢？黑色的都适合你，你给他们看一下，我觉得刚才那个黑色的适合他一点。你们说呢？这个好看，刚才那个好看。因为刚才那个好看，全场黑色的，对，那个档次，他穿是。不是你在晚上的时候，这个肯定是这个亮眼。哦，这个要亮眼一点，炫眼一点。对，放松。你觉得？你们看一下哪一个好看？刚才那一套好，是这个好。美女穿啥衣服都好看。吴嫂，我要穿拉萨服跟你合影。来来来，弟弟哥，来，今天穿一次服装，哎，这样穿。好这个。我们看一下兰卡卓巴穿这个好看，是刚才那个好看。刚才没来。刚才那个好一点，有没有刚才在看的？二姐穿一次服装好好看是吧？我姐姐，二姐穿好。二姑子收了我的是吧？好好，是你的，是你的，你的美女。
江默，你这是要结婚了。好了，我们的照片。那个好看一些。就刚才黑色的是吧？灰色、黑红那个是最好看的。好的，我把它挂了。好，我给你。哎，这个最好看啊，这。啊，这里没有那个。这套衣服里面不看挂的那个没有啊？针线包的吧？针线包吗？这个钱好像在旁边。这个应该是有一个白色的。有个白色的吗？真是。应该是有一个的。这个应该是。这个是我们那边。两大美女，不热啊，这里不热。这个的话不行，这个不搭。不搭。你要那种白，米白色的。对。没有。给他们拿走了，随便他们拿了。哦，我可以穿。这个是本来是这种。大家不要说平面哦。嗯哼，这个好好看。不能这样。但是我上面也有绿色的啊，应该也搭得起。搭不起啊，这个啊，过来就刚子搭的。随便管他多，我们不动嘛。你带啥？但是这个不晓得颜色搭得起不？我搭得起，搭个对。你这个姿势给他搭起，但是看都看不到。这个衣服太长，衣服短点给他搭。再拿绷紧。又不好看，这个男的。拍照。附近也没有。拍婚纱照啊。装饰品没有那个，应该。还是好。我也没看到。我们也是一直在补，经常被他们拿走就绑回来。没什么，下次你来了我再做一趟。哦，不一样。你看咋办？胖了，肉全部在中间。我本来是那个腰很瘦，但是肉就是全部夹在了。长肚子了。我脖子上这个白起子。来吧。美女，美女姐姐，我这样子，这个我要口袋，放起来。挂件多少钱？哪一个挂件？这种吗？哎，这个几十米，这个十几厘米，这个不是零，所以说就几十米，五六十米就买到这个五六十米。没电了，不要这么严肃，好不好？咋买？关注一下，再买。拍个视频怎么会？我还是穿西装的。等一下，美女，那你有什么用啊？我让你穿与众不同的，让你看。那我就给他站到中间，是吧？我也脱吗？耳环在你的包包里面，我也脱吗？你那个耳环拿了吗？脱嘛？不是，你不脱的可以，你把裙子脱了，衣服穿上，裙子脱去对吧？你穿了可以，不是的话，红色的裤子是有可以。红色的裤子，有啥子？你这个穿起去，把它拎高一点，把它拎高一点。姐夫说可以说的，他同意的就说，等下就是耳环就换哈，我拍视频的时候换。他会长的那个拿了不？拿不是的。我没了。配那个脖子上那个拿了不？脖子上的拿了吗？阿姐，一边看可以啊。啊？一边吗？
戴一边。你觉得 A B 款不好看啊？肯定不好看嘛，这个样子谁戴这个样子？真的，我想去美容院去那个打个手链针，这个大得很。我靠，你手链针，他脸那么小还打个手链针？他就是有点填充的嘛，有点松弛，就是有点松弛这些，可以那个提拉一下啊。打了个提拉吗？提拉可以拉一下，就是紧致的，紧致，因为我们差不多这个了。对了，这个了，三个牌子了。哦，不是啊，不是。哎呀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所以说该那个了，该保养，该那个该提拉一下就可以了。嗯，这明天就是到了这个年纪，没办法。自然的我看一下后天的话，我早晨去医院有点事，可能不是嘛，中午过来就没事了。中午你今天晚上那个吗？播的时候要穿吗？直播的时候。然后明天这个要寄走是吧？明天不寄。不寄嘛啊，寄的话我早一点拿过来。嗯，可以。你微信上给我说。要不就姐姐的普通姐姐拿过来嘛，姐姐晓得。嗯，确实是。好，谢谢啊，那就穿走喽。好。来，那个我来拿包包。没事，咱们就进去吧。哇，他们在这边拍呀，看一下不？哎，转经。都没得时间了，看啥子就走了。转经通学语文。要啥有啥。哎，我想穿这个有吗？单八的衣服嘛。你看一下他们家。他们家拉萨那边拍了很多年的，拉萨那边的小朋友的颜色。我最想拍的不是这个，我最想拍的是那个中式的那种，不是有那个衬衣裙？我最喜欢的。是拉华的哪个地方是？他们说这里面有一个也画的好，但我不晓得。这个里面，他们说新开的一家。那边的。不是我的意思是就这种，哎，中式哎。你们两个在那边吗？有客人，明天直播，明天一大早去冲浴。走快点！来，包包我来拿嘛。没事。今天我当你的助理。没事没事，我装了充电宝。来了充电宝。哦，你手干啥了，充电宝？不配这样，不配，充电宝手上没事，有点不配你这个工资。你东西太多了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